是那个全民皆运动，是我们都是红队。红队。对。在玩很大趣味运动会，趣味运动会哦。为什么一直强调趣味？趣味是什么意思？趣味。欢迎，好，欢迎。拉越多圈，你的女伴可以丢纸球的机会就越多。这个工具以前是给牛做的，现在是牛做的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你看，在，再逼一圈，再过去过去，加速增啊！跑步简单，但是如果是趣味跑步，其实是比较难的，对，很难。怎么改变？这是跟拉走，你一直跟侧面头一直乱蹬，开始动。哇，都不要管刘海了。我们现在不是在录运动性节目，不要一直被加油加油！哎，你那个。